场上一些比赛的小细节也蛮有趣的。对，那打者地里面，一直想要积极去栽培的一个打者完全的恢复，所以在去年在下半季表现的机会也不多。这位选手也是值得观察的重点。那这一球外角球骗到了岳东华的速棒，这个速差投出来，那岳东华也因为这个球，其实这个球我用深层一下在徘徊，那所以是让他在二军就有时候被打到头啦，这些状况出现。那这球扛得相当的深远，中左外方向深远的飞球，两个野手都放弃了。这球连留不住都说留不住了。许基宏在一局下半敲出了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讲的话，其实就算没有风，应该也会飞，已经七轰了。那这球打了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游击手接到以后传一垒刺杀了打击的林王奇伟，形成了。欢迎回到屏东中庆公寓望棒球场的。那在场上投球的仍然是先发投手张明湘，然后送出在左外方向的大墙。随着今年开始又从潘定翔再改名为潘志芳的选手，那这球打成投手方向稳路的滚地球，投手接到以后传一垒刺杀了潘志芳，用这些变速球去引诱这些左打者了。对，对决啊，对，就没有办法拿出这个拿手的武器。那这球打成右击方向的高飞球，被接杀的是第七棒的阳光的那种角度把它闪开啊。你才而且因为刚刚有报告过，南部这一阵子是下比较多的雨，太阳在中午的时候会比较大，对这些选手也是一个考验。那这球打中间方向，再考验是余德龙，余德龙行进之间接传， nice play。哇，这球其实比赛来到了三局下半，轮到中信兄弟进攻，打者抓了第一球攻击，敲出了中间26球。其实今天两位先发投手前面的局球都蛮用的，都蛮精简的。那这球陈文杰再度敲出第一棒，陈文杰真的是一垒有人的情况下抓第一球住的一位选手，收棒，哇，这球也选定选的不出手。那这球打背的一个感觉啊，结果一垒上二垒上跑着跑，结果刘世豪这球传短了，有没有滑离垒包呢？没有。往后去拉下去 take 就没有办法 take 到了。这球走在准到垒也收到好的效果，偏低的球室外球保送跑者了，不管是投手还有朗米格桃园的守备，接到球有机会可能会直接杀本垒，融入在这个投球的一个机制这个集中上面，会比较专怎么去想办法去把这方面的能力提升了。那这球岳东华打了曾经游击方滚地球，哇，这个余德龙没有接好，那只抓到了一个出局数，这个第一拍还没有做完就急着要做第二。一三的有人，一垒上是岳东华。这个球迷朋友说许基宏的打击有点像这种韩国这种大炮型的打，这一球让许，所以可能在这时候刘世豪的配球再来一颗，结果这球投出打击出去，游击方向滚地球要再侧动一次双杀了，先传二垒封杀，再传一垒，哇，许基宏跑得很卖力。那张明湘前面三局用完，造成太大量的伤害，对，也算是爆了第一。错，面对右打者，这控球又走。他在中华职棒最快是有测到146公里的，有4年的出赛记录。那这球林王奇伟挑的高角度的球攻击中间方向的飞球，找到了詹帅詹志尧，当然会形成长打击就变多了。是，这4年的出赛记录。那从2015年开始到2.2局送出了46个保送，真的是其实投的相当不错。两个保送最后只失掉了一分。变速球会不会出现？我们可以再观察。刘少东外角就拱到内角来。掌握到了满球数偏高的球的季中选秀，蓝明哥桃园队第9指名的选手，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。哇，积极的这个球也积极要去做攻击啊。对，其实教练刚才今天，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张明翔有没有办法。那先回到场上，这球中间方向，二垒手行进间接传 ，nice play。哇，二垒手这个行来到了5局的下半，兄弟二军的进攻，这个投球的数据。张明翔的空先回到场上，这球中间方向挤压到的球，哇，余德龙这球接的不错，传一垒 ，nice play。哇，余德龙的快啊，所以他在空中停留相当不容易。哇，今天余德龙个人已经有3次的 nice play 了。这球黄志峰打成冲天炮，刘世豪在找球啦，就定位接杀，突奥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聊这个，真的是打组装，看起来这些职业球员最基本这个自打球很容易打到。脚的小变成休息，很严重的话会变成休息一两个 OK 的话会真的会终结这个运动的生命。偏低的球成为很痛，对，教练是说内马，这球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，这变速球就投得非常的好啊。是，那陈文杰